老板都会怎么做，都会写在小夹子。我跟你讲，这是牛皮的来怎么看来，我这一次来。下次有没有，我是来。他们在上面来自己跟我对牛，我只有做一次啊。你要再叫我做第二次来跟我对牛，他会开心，不会吗？你只要是塑胶皮啊，跟我怎样？他会，好不好？牛皮的他保证不会坏，你听得懂吗？你这样问就买一条像这种，不要跟我嘴角，最少五百八。 我今天卖多少？只有五百，不用四百，不用三百，你能拿没钱包啊？这样，你偷给过老给货，偷给真货，你该跪着跪。还有笑不啦？老板，你为什么要卖这么便宜啊？因为我是做批发的，在家东西你到家乐福都买得到啊。但是我刚刚在讲剩下的才有卖你八十八，你一直在拍我，我是做给自己给你看，有没有很帅？我跟你讲，我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我左边是刘德华。
下一集我们将由建物造型的角度来观察迪化街的建筑之美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哦。好电分享。